裸照逼中五援交女性交，蜘蛛侠要坐监啊！现年16岁中五女喺社交网站度识个41岁网名系蜘蛛侠男主角 Peter Parker 嘅印度裔贸易公司经理黄青山，旧年结咗婚17年，仲有3个仔仔嘅黄青山提出援交。阿中五女为咗有钱过生日，同意收1200蚊一次。过交易嗰阵，黄青山竟然拍片，之后仲要系俾得个300蚊。一月之后，仲搵2宗裸照威胁，再同佢性交，唔系就放上网。中五女唯有照做，但就喺 Facebook 度话想死。好在班主任发现，佢再同女社工爆咗成件事出嚟报警。黄青山早前承认以威胁手段促致他人作非法性行为。虽然辩方嘅指佢热心做义工，一直都协助少数族裔争取权益，不过法官就大闹佢够做中五女爸爸啦，但就不断剥削同威逼佢就范，判佢监禁2年半。